是我印的。我是印刷厂的，我就是干印刷的。高手啊！就照这个成色，一周之内再给我搞500万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，这油墨里一定有我们一直没有掌握的特殊成分，或者这个小子有一种独门绝技。细节处见功夫啊，他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哪是什么伪钞啊，这是伟大的艺术品。我们有设备，有原料，为什么都赶不上他啊？因为这个王八蛋是个大师，真正的大师。他要是用上我们的设备，一定能造出真正的钱，甚至美金，甚至欧元。所以他必须是我们的人。谁啊？燃气公司呢？安全检查。你好，请进吧。那个立仓小区去了吗？去了，进他家里了。把他的底细打听清楚了吗？报社印刷厂的，老实人一个，号称全能机长，全印刷厂唯一一个精通所有工序的人。这就对了。